如果这一次你不来，也不要紧，还会有第二场体育会，第三场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我会等不着你，我太长时间没看到你了，我想你想的。你别说了，行，小姑爷，做首诗吧，是啊，小姑爷，做首诗吧。 做首诗吧，做首诗。吉兄，风腰对蝶翅，宿醉对鱼城，正好和你的横字相反，便用这下平八更韵，做出了好诗，才让你拿走做羹汤。好，为了这碗鱼羹，我也非得做出诗谱。 宜亭，今日会，散发，别来生。好，元儿哥哥这诗做得好呀。春风似梧桐锋利，采柳叶为绿，嫩草青黄相连，如少女梳妆于镜前，其眉弯似柳叶。 可这今日一别再无相见，这是一景一句却双关呀。四姑娘谬赞了。元儿哥哥这诗做的虽美，可不显得未免有些凄清。不如改成“彩笔赋吴城”，岂不显得热闹些？好啊，好一句“赋吴城”。小公爷，你是何时认识这样一位聪慧的男子？啊。 这是锦衣巷盛大人家的四五。哎，你之前也在彩霞庆功啊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是那日我和母亲拜访盛家，在屏风旁受到惊吓的那位。梁六公子好。那日家中小妹唐突，冒犯了客人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哎。 这半未成的橙子和傅无成的橙子叠了，这诗也就不好了。对呀，叠字了。去去去，你们半本书都为念完，知道什么？这位盛四姑娘的祖父是探花郎，家学渊远着。盛四姑娘，我母亲举办的这场游会什么都有，有马球、垂丸、钓鱼、打猎，不知道盛四姑娘喜不喜欢？ 庄先生的学术散，我去过你家几次，但都没见着六六。庄先生已经告老还乡了。是。 走，快点。
如今天热了，你给我绣的火器我都已经收起来了。小坤爷，你绣什么火器啊？我不明白。刘明，你别怕，我真的都已经收起来了，我绝不会让第二个人看到你。小坤爷说话要谨慎，我没有送你什么护膝。你有？我没有。你有？我送你这永昌伯府，办了这场中会，我又把帖子送到了中兴伯府。我料想你大姐姐知道了消息，定会告诉娘家。如果这一次你不来，也不要紧，还会有第二场的宴会，第三场，第四场。若你一直不出门，那到了七夕的乞巧节，你也会出门；若是乞巧节你还是不出门，那到了元宵的花灯会，你也总得出门。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我会等不着你。小公爷，你是吃醉酒了？我太长时间没看到你了，我想你想的。你别说了。我。爹。我替你去。小桃，哎，你马都不会骑，替什么呀？又骗了你！骗了，又骗了。关二哥哥，你左手也能击球啊？你不会是因为跟我哥哥的关系好，故意送我们分仇吧？刘妹妹，还打吗？打。你可蠢吗？打不赢的。我不打。打都没打呢，怎么知道不能赢？你看他刚才那球打的，你要出手自己出手，还得给盛家留点颜面。是也没事，这才是出丑。公子着急什么？六姑娘赢了固然是好，万一输了，咱们打一只一模一样的簪子给她送去，她也感激你。这叫胜古欣然，败以喜。苏大人，瞎说。这一个人怎么打呀？这必输无疑了。母亲，我同他打一场。母亲，还是我来同他打吧。我去把我的数学和盘盘拿过来。
心，绝不能打。我为什么不能打？你是外男，怎么能打？顾二叔也是外男。我同玉三姑娘不一样，她是得宠嫡女，怎么着都有人撑腰。我替你说，你在我心里会比她高。你别说了。你到底要不要金簪？六妹妹，我们不打了，金簪我不要了。不要。要就上马。来，这怎么会跑啊？是齐国公家公子上场打球了。那是金玉相盛家的女儿，叫盛明兰的。盛家小姑娘，兼园静华一星流，月帐征敲为你修，说的就是她了。这个六丫头，女里也没两句话，竟能博得元儿哥哥为她出头。虽然是于大姑娘的物件，但是在我心里，我只当是送给你。我这场球也是为你打的。六姑娘，这场球可是赢得不易呀！来，
确实在玉清观，未马歇息。我打听的准准的，定然是。大娘子和六姑娘身边口风紧得很，本以为打听不到，没法给公子交差。可莫姑娘身边的女使还没等我问，就和盘托出了。